窗户，你看我旁边有冰箱，打开了，然后这边有豪哥盘，这边有那个铁盘，对铁盘，然后你还可以开音乐听歌呢。对啊，然后这边就是抓这个，哦，抓这个，我怀念了，好像回到当服务生的时候，抓单子，然后把单子烧掉嘛。开火，他会烧起来吗？直接把单子烧掉，烧掉，烧起来了，上菜了。然后现在教我说要先把培根跟那个蛋，哎，菜单烧起来，看一下。蛋呢？野蛋，我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开什么黄腔？野蛋在这里。哦，没有水电工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只有黑手啊，抱歉。然后这个，五百，培根，培根，啊，来。哎，餐盘在这里、啊，不要再这样子，大庭广众之下，然后这样就完成上菜，有没有？来，加。哎、欸，这个超好玩的，我刚刚玩到欲罢不能呢，这超好玩，走开，超好玩。大家要饮料，要继续拔单。这是今天中午就会说话，要去早餐店。明天开始不来拔。然后要把底下这个调到 blender， 没关系，我英文不好。哇，这好酷，这是什么？果汁机。你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打成汁。太好了，你好适合，我怎么会这么厉害啊？对，相当熟练。来，哇，这种。番茄牛奶还有什么？哎、欸，你的罐子没拉走啊！什么东西？没关系啊，一起打进去了。然后这个，还有什么？对，哎、欸，怎么不见了？哎、欸，是有个鸡腿啊！哦，鸡腿、欸，好酷啊！打鸡腿打成汁啊！这是精力汤，对啊，鸡腿打成汁。然后呢？怎么？然后罐子塞进去？不是，旁边有一个开关，不是，那是，对，旁边有一个开关，拉动它就会转。哎、欸，牛奶那么多啊！没关系，你可以边拉边放。先拉下去，哇！他真的连贯，他有没有手机怎么放进去哦？欸、肉排，哇，精力汤哦，说有多好吃就有多好吃啊！应该说你都没洗手哎、欸，再来点蛋壳好不好？来，蛋可以洗手吗？哎、欸，不晓得，我本来我们有戴手套、啊，他们都是机器人，吃不坏肚子、啊。贝贝呢？对啊，没有，我们有戴手套啊！哔哔哔哔哔，贝贝在哪？哎，结果，什么？我拿贝贝。哇，对，要杯子。哦，老板，你点的鸡腿那个牛奶罐、牛奶瓶那个来饮料来的，还有加牛排在里面，铁一波啦，好好玩哦！再再烧一张，再烧一张。Traditional human beverage consisting of heated water and flavor. Let's begin with heating some water. 茶包着火了，要干嘛？要泡茶，可是它着火了，要拿茶壶是不是？哎，茶壶，哎。哎，我有点吓一跳。是水呢？水。我把线拿到后面了。水，你要这些有点碍事啊。对，你要在那果汁机那边。哪里？哦，果汁机。对 ，sink 是不是？嗯，好，来。好。哎，你不要下去，我差点跟着走了。八七。哎，是不是水？对，水。可以洗手哎。哎，对啊，你可以洗手了。可以洗手吗？啊，它会自动关起来。哎，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放在那个盘子上面好不好？没有烧起来，手都可以烧了。对啊，哎，那手可以放在上面吗？有，可以。也太烫了吧！超耐热，超烫。来，好苦哦！哎，做这种做久了，手都不太怕铁盘。然后呢？其实他们做餐饮业是很厉害，这样都不怕烧嘛，对不对？怕烫。对啊。我想到以前我做那个 M 当劳有没有？啊，真的啊！他们说 M 当劳，手都直接碰到铁盘，还真的是放在这上面的。没错。这么酷的、啊、茶包不见了，茶包丢进去啊！这准备茶包被烧掉了，这都茶不是吗？你还要什么东西？茶包刚被烧掉了，这就是茶啦！哎，有没有茶包？哎，茶包嘞？让你手掏进去，好耐热的手。哎，哦，所以我要重组，是不是？重组。哎，大家现在知道哦，就是以后如果那个去餐厅啊，去吃东西啊，你看到豆腐，不要再走进去了。对，那里面一定不卫生，好不好？东西一定不能吃。没有茶包放到那个开水里面，哎、欸、哦，啊、放到茶杯里哦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日式煎茶就是这么来的，它就先煎一煎，然后就停，好吧？不，哎，达成了。在干嘛？是会有客人吗？现在我要拿这个 ticket 就会有客人过来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什么彩券呢？我这边有点抬手，太清楚。我应该我站这里好了，我这样看大屏幕比较清楚一点。对啊，彩券要拿铜板刮。哎、欸，真的可以刮哎、欸，好酷、喔！所以美国便利商店还蛮彩券，这么厉害。
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监视器吗？还是什么？啊，哦，酷哎、欸，好酷、哦！你看那个监视器真的会动。Good afternoon, human. I would like to purchase these. 然后他要去买什么？多利多姿，多利多姿啊！还要先哔哔，哔哔，哦，多哔几次？哎、欸。这好适合我女儿玩，我女儿每天都要跟爸爸，这多少钱？这个买东西，她每天都要结账，你知道吗？她知道巧虎里面有什么？啊，她要什么？对啊，热狗。巧虎有收音机的，你知道玩具吗？对，热狗在哪里来着？热狗，热狗。哦，这里有冰箱哎！天哪，热狗，哎，里面有大亨堡的啊，这里热狗，哦，那是冰块，我以为是你联合之后进去拿上去煮的。热狗，摆好，摆好，摆好，里面摆好。还有大亨堡，我怎么好像少了什么东西？我记得我有一个放大可以放大的东西，他是说彩券光盘正在卖给客人。傻猫，对啊，他要直接给什么什么什么？给你给你给你，好害羞，我立在胸口前，在我那边乱弄乱玩。好，结账，我要结账。这个钱交出来，钱交出来，真不错，这游戏都可以哦。可以让小樱桃来玩，他都问多少钱，他说两千，少钱呢、欸？啊啊啊啊！捅一刀啊！少钱？给你了，哎、欸，好，这消费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 ，Thank you， 他要跟你谢谢好不好？啊、太好了啊！欸、他们都没有在做这个服务那个评分的，太好了。啊、当店也要请他们。Cashiers wouldn't have time to contemplate their rapidly approaching obsolescence。Well, hello. 哎，眼镜不错哦。您的热狗汉堡好了啊，不，那个热狗报纸好了啊，巧克力报纸有加热，要加热吗？哦，好，没有，那报纸加热给他那个。巧克力要加热才好吃啊，对不对？还你，还你。哦。哎，他要那个饮料哦，湿热冰。对吗？哦。是哪货的？我又不见了。哦。酷哎！哎，是中德口味。它还有什么 jumbo size？ 这是什么？哎，谢谢啊，您的这个视频啊，这个哦，哇，哇，好厉害哦！现在就变大杯了。好，您的设备两千，好，给你喝。对啊。倒在头上，都给你拎啦！你拎啦，提起拎啦，都给你啦！哎，不要把我的东西拿走！他把我箱子拿走，那是我结账箱子，他把我拿走。他没送，我把他拿走了。哎，钱变大，耶！耶耶！哎，被走了，怎么办？啊，飞回来了？为什么？我刚刚钞票飞走。他说他的帽子可以拿吗？哎，硬币也可以。哎，他不拿找钱，耶，又有小费了。拿掉了，这也可以放大吗？哦，好酷哦，什么都可以放大。以后你要我的加热那个番茄酱，加热番茄酱，报纸报纸，它这倒不出来，报纸是什么？不能站这边才看到的。报纸，报纸，报纸跟什么？你想算三次钱，收的是小费嘛，对不对？我会为老板着想的好员工，真好。哦，他要乐透哎，这个月刮过的给你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刮过的哈，这个月业绩成长20倍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他我都是刷到爆，对啊，你这样，我的那个刷 BB 都是刷到爆，刷到那个那个，是这样子啊，对吧？我怎么知道为什么？对，谁知道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这个月业绩会多了20倍？啊！就是要给他刷到爆为止，放不进去。14.95，哇，好贵哦！豪哥，你挡到我。哦，我挡到你哦。对对对。啊啊啊！对对对，挡到那个。哎，我的手回来。OK。原来我刚站到那个，好像挡到你跟那个基地台中间。对，我钱放不回去。为什么我推不回去？糟糕！好，这样可以了吧 ？OK， 他要干嘛？哎，他给我支票哎，哇，有钱哎他。太有钱了吧！哎、欸，美国那边商店没有支票，太夸张了，好兄弟。咻，丢他！哎、欸，手机拿来，谢谢。拿不走，不能拿。手机不错呢，不能抢劫哦。是啊，又一个要热狗。
我刚刚的认同还在吗？还在。Hot dog， 热狗都焦掉了，来变成士林大香肠，大肠包小肠，哦、大香肠，龙魔力啦，好力啦，哎、欸，他要干嘛？当什么？那什么东西啊？那是什么 ？Gigabyte 还是什么？哦，电话卡哦，那电话卡吧，就是16 bit。好，你丢。不要再讲了，人家在排队结账，在那边讲电话，讲礼貌啊你啊，我在那边上班，这边你也我每天有多少时间可以在那边做？有钱了不起？对啊，拽什么？对啊。